接着，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有关奥克兰新增住房方面的资讯。为了解决奥克兰住房短缺问题，国家党政府提出，未来3年奥克兰将新增39000套住房。但独立国会议员 Brendan Horan 认为，这是纸上谈兵，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Horan 认为，核心的问题是奥克兰市政府没有那么多的规划师来审批这些新建住房。Horan 称，住房部长 Nick Smith 也没有意识到相关的问题。目前，奥克兰市政府每年的新建房屋审批数目是3400个，这已经是100%的负荷了。因此，后人认为，目前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培训和招募合格的城市规划师。